哎呦，哎，最近满面春风呢。查甫人一生的幸福，就是我都去拄到一个完全和你斗下来 match 的迄个查甫人。哇，足心酸的呢。啊，那用一句话吼来形容你的女朋友，啊，你安怎讲？当然，那还用手动的嘛是优秀，美吧，脚趾顶扣扣。啊，你呢？我会讲，我的女朋友就是 iPhone 十一。iPhone 十一？嗯，是因为是真正好看吗？不是。哦，哈哈哈哈，我知啊，因为伊的续航力真强哦。嘛不是。啊，无咧？因为我无 iPhone 十一。